我是前港队成员卢君怡。我相信作为一个球员，真的不想这么快停步，我都希望继续可以进步，或者去走得更远，因为足球带给我所有很多经历，很多开心的事，我想继续延续下去。后卫这个角色其实在对球队里面是很重要，只要你的防守球员或者是后卫做得很好，最强的对手都没可能入到你的波。